日本也和泰国。So coming up next will be Noah Daiko from Japan. 因为日本当代太古职人永井弘道，在1995年福冈市来创立了这个太古的团队。So Noah Daiko is a Japanese drum group founded in 1995 by contemporary Japanese drummer Hiromichi Nagai in the Sawara ward of Fukuoka City. 没错，那么这个的团队呢，他们一直以来都以青春洋溢、充满热情的青年成员而闻名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看到也都是我们一些年轻的面孔，同时也充满了热情，并且接受了扎实而且严格的训练。是的，而且我们知道每一年野合太鼓在福冈县内外演出超过了100场，会带来非常精湛的技艺，还有对太鼓艺术的深厚热爱。他们的表演呢，不仅来展现了日本太鼓的传统韵味之外，同时也借由世界各国的演出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。So 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welcome Noah